吴长，我倒是有一招。啊，二探，来，你转过来背靠背，来，这样，吴长，你也过来，我也来，对，咱们仨，来，就这样啊，靠好了啊，转一圈试试啊，来，转，使劲靠，靠，哎，对，明天到了战场上，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小队。 我们只要靠近对方，敌人不管怎么打，我们都可以防御，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是这招可以呀、啊！哎呦，你这个好啊，可以防止咱们腹背受敌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么好的招，是不是跟他们也说一声？太好了，我当然愿意了。那劳烦齐哥去跟兄弟们说。行，那我跟他们说去。哎，哎，弟兄们！ 太好了，二蛋，明天在战场上，你一定不会死。阿曼，我信你。阿曼，大哥，先去帮一下吴长。是。